训练了，至少要有50公分的开度，是快攻的话，哎呀，闪到这样就太夸张了，就把这一场球当作练习赛嘛，是、用这种心态下去，输是必然输，但是自己把自己20-5，就直接下去，砰一声，除了刚才一个霸包，有没有？现在都换了，连续换3个，调相当轻松。中国队来了一个后排，但是这个球再压了下来，对，不然就平平的一个单人拦网。10号巩翔宇的单人拦网拦住这个球，但是就是突破不了他的拦网。是，我想他出都是举球员在处理的嘛。是，那举球员你常常有拦网成功。身高188公分的金叶，这个感觉比较轻松啊，随性。